入曰：“代天巡狩，村民闻之大喜，并即恭迎神传回供奉祀。随即倡议十三部落筹备进香事宜，由姑妈、公、八份、东竹林、荔枝林、乌竹林、管寮、下面厝、双张部、县资林、后营、下宅仔、泥库、打铁庄等与甲辰科首次绕境进香。上述十三部庄，其中之库在方舒美、台南西港资义乡的空间性中所。六十九传心、文同、玉赤庆安宫辖内外庙宇宝鉴，台南市正平出版社，名六十九，页九十二、四十二。题十三庄之头库与黄文博，台湾第一乡西港庆安宫根乡科大教典中所提之土库庄名虽实为同一地名。今访谈八份其成和顺先生等人指出，管库、土库与头库应该是音差之故，其实为同一庄名。较正确者应为土库盖头